主料、花菜、辅料、肥肉三四片、大蒜三四个、葱、盐、生抽、食用油、花菜给盐及水浸泡半小时，准备好葱和大蒜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再加肥肉滴蛋下油，放入大蒜快速翻炒，放花菜炒个几分钟，炒的花菜烧变色后加盐加水，盖上锅盖继续焖，花菜焖个七八分钟，起锅前给点生抽和葱，完成了一盘家常花菜装盘了。烹饪技巧，放点肥肉但油菜更香些，外面买回的菜用盐水浸泡半小时，把菜面上的大虫药洗出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